嗨，消防车弗兰克。嗨，汤姆，多么美好的感恩节晚餐呀！嗯，嗨，凯莉，来参加派对呀！小心！小心，伙计们，那些叶子很滑。不好了，茄子着火了！小心那些滑滑的叶子。弗兰克，你还好吗？再使把劲儿。他受伤了，需要修理才能继续灭火。汤姆，准备好开始检查了吗？你的保险杠坏了，该换了。那一跤还摔坏了你的车前灯，但是汤姆会帮你修好的，对吧？我们从坏了的保险杠开始。太棒了，是时候选一个新的了。哪个尺寸最适合弗兰克？耶！不行，这太小了。是的，这个很合适。他感觉好多了。最后，坏掉的车前灯。我们来看看这次你能不能选对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做得好，汤姆。弗兰克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。火是不可能自己熄灭的。汤姆，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弗兰克吗？酷，动力轮可以防止你在树叶上滑倒。现在我们准备好了。快点，火势在蔓延了。那些动力轮运转得很好。太棒了，咱们把剩下的火扑灭吧。做得好，弗兰克，多亏了汤姆的帮忙。大家感恩节快乐。嗨，比利，你漏掉了一块砖。嗨，克洛伊，你要去帮比利吗？你得慢一点儿。比利，从轨道上下来。快停下，不然你会撞到砖头的。嗨，汤姆，克洛伊出了事故。好了，但是他受伤了，需要修理。我们开始检查吧。你的车厢损坏得很厉害。车前灯也坏了。但是汤姆会修好的，对吧？我们先拆下损坏的车厢。你在等什么吗？啊哈，拿走了。新车厢在哪里呢？在那儿。
哪一个适合特洛伊？啊，但是没有车厢，他就没法工作。你还有其他的吗？在这边，看起来非常合适。看上去不错，最后车前灯。他在活动时不见了吗？哦，让我来修好它。特洛伊终于恢复原样了，准备好回去帮助比利了吗？汤姆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啊哈，一个警报器，当有东西在轨道上的时候，它就能提醒你。汤姆，谢谢你的帮忙，再见。耶，去建筑工地。这速度太完美了，特洛伊。轨道上面一定有什么东西。多亏了警报器，你避免了一场事故。要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。嗨，安博，有紧急情况吗？不好，若雨卡车偷走了你的药盒。别让他跑了。小心冰冻炸弹。哎呀，你被困住了。嗨，汤姆，鳄鱼卡车冻住了安博，你能帮忙吗？好主意，我们把它带到你的修车厂去吧。先把冰打碎。哈哈，喂。做得好，是时候检查了。你的轮胎漏气了。还有一个车灯也坏了，但是汤姆会把你修好的。我们先修漏气的轮胎吧。这是轮胎挡气筒。安博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的轮胎现在就像新的一样了。最后换一个车灯。你有适合安博的尺寸吗？那太小了。对，这个是合适的。安博终于恢复原样了。准备好从鳄鱼卡车手中拿回你的药箱了吗？汤姆，你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要给安博吗？啊哈，能抓住鳄鱼卡车炸弹的抓钩。谢了，汤姆，再见。抓住他，安博。
看，用抓钩，做得好。鳄鱼卡车，你没时间了，被自己的冰弹困住了吧？嗨，宝宝们，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这个地方很危险。宝宝们，我想是时候回城里去了。听桑尼的，跟他一起回去。啊！天哪，桑尼，快找人帮忙！嗨，弗兰克，宝宝们被困住了，你能帮忙吗？太热了，快向后退！桑尼，快去求救！汤姆，弗兰克受伤了，他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们去你的修车厂把它修好吧，宝宝们，我们会回来的。准备好检查了吗？你的后视镜坏了。破掉的保险杠看起来很疼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汤姆。准备好开始了吗？我们先从坏了的后视镜开始。这是你的螺丝刀。是时候换一面新的镜子了。汤姆，你有适合弗兰克的尺寸吗？不对，那太小了。没错，你选对了。做得好，现在我们来修理保险杠。汤姆，你能选一个合适的尺寸吗？很好，但是别忘记了扳手。做得好，弗兰克终于恢复原样了。准备好回去帮助宝宝们了吗？看来汤姆还有什么事。啊哈，能保护你不被熔岩热到鼓风机。谢谢汤姆，再见了。嗨，宝宝们，做得好，坚持住。弗兰克终于来了。救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啊哦，又过热了，用你的鼓风机。哇，鼓风机前来救援。